所以呢，请台湾观众朋友们，喜欢 Lucky 的朋友们，给来自于我们内工 Lucky 高三及高二的同学们一个热情的欢呼声吧！掌声欢迎我们的学长排得好帅，小心学长。特别是我们的李欣学长所编排的这支舞，没错，虽然中间刚刚冠伦学长的阿法好像有点但人家是学长啊，所以没关系啊，最多下去庆功宴的时候，对啊，请你的学弟妹啊多吃几块肉嘛啊，好了。